Hello， 大家好，我是石一亨。那我们这一集更新的内容呢，主要就是接续上一次我们脸部系列的基础打稿下集造型的部分。对，那上次的脸部基础系列的什么？造型其实就是把我们上一次的结构，好结构以上的东西给画出来，也就是你们现在所看到的外表、外观这个东西的外貌，它的样子给画出来。好，这个过程叫做造型。如果你是第一次画啦，你可能不免会有一些觉得好像很不上手，怎么画都画不好，一直在擦掉。好，我觉得这个情况是正常的。好，因为你是第一次接触吧，那克服的办法当然就是一直不断的执行一样的动作，然后一直去练习，循序渐进这件事情是非常好的，就是不要同时的把太多的事情一起去做一个执行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开始准备今天的课程了。Go。 好，造型的部分，我们先从眼睛开始。一般我们在画眼睛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觉得眼睛的造型是像我们一般所认知的左右对称，好，但实际上我们的眼睛呢，如果你画特征它有明显的话，就算你整个纸张呢只有画一个眼睛，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你在画左眼还是右眼。好，譬如我现在画的这个眼睛呢是右眼，原因很简单。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眼睑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凹槽。通常这个凹槽对应的地方呢，就是靠近我们鼻子的这一侧。好，所以以后呢，我们只要画眼睛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的差别把它做出来。那这两个地方的差别呢，之所以会有差别，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大概从这个地方开始以后，好，它比较偏在我们的脸部的侧面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它被做了一点点的压缩，所以会看起来好像眼角并没有像前面这个地方这么尖。那相对来说，如果我们今天从侧面去看这个人的话，这边的眼角它可能就会变得比较清楚一点，比较尖一点点。好，那我们的眼球呢，它是我们的眼睛最重要的部分嘛，也可以说是我们脸部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它是我们传递眼神的部位。那我们一般在画这个眼球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球它是一个圆形的，也知道眼球当中呢有一个东西叫做瞳孔。眼球跟瞳孔呢，它是属于在我们的同心圆当中，所以呢不管是什么样的状况下，我们的瞳孔呢它都会在眼球的正中间。也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不可能去露出整个眼球，所以呢当我们在画完我们需要的这个露出来三分之二的这个眼球之后，你可以试着去把没有露出来的三分之一把它补成一个正圆形，然后补成正圆形之后，先找到我们的同心圆，也就是整个眼球的中间，这是我们的瞳孔。然后呢，你可以再把刚刚为了找出瞳孔的这个中心点的上面的三分之一把它擦掉。好，这个时候你这一块露出来的这个三分之二呢，里面的这个瞳孔，好，应该会在这一块三分之二偏上的位置，才会是有可能在整个眼球的中间。好，很多同学在画这个瞳孔的时候，他画完这个眼睛，也画出了这个三分之二，并不是每个人都露出三分之二，但你要由你今天所画的那个眼睛来做参考，来做思考。好，我们的瞳孔如果今天是画在这一块露出来部分的中间，乍看之下可能没什么问题，但是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怪怪的，会觉得眼睛明明没有露出来，觉得好像没有张开，没有张到全开，可是看起来又好像真的很开。原因就是你并没有去把你的瞳孔画在整个眼球的正中间，它的正中间呢应该是在这个位置才是对的。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眼睛的部分。好，那我们来看我们刚刚讲那个最重要的鼻子的部分。整个鼻子呢，刚刚有提到，有可能是长梯形，也有可能是长方形，但是
倒过来的梯形呢，这就是不可能的。好，只有这两个是有可能的。好，那一般常见的这个长梯形呢，我们主要在这个梯形当中去分别做出三个面。好，第一个面是我们鼻子的正面，然后另外两个面呢，一个是右面，一个是左面。那我们在练习阶段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斜，会把这个鼻子范围这个线条呢，中间的部分把它画成是平的，侧面部分把它画是斜的。好，用意就是要让自己去区分，我们两边的侧面呢是由后到前，然后中间这一块呢它是平面的，也就是说我们整个鼻子它本来就是一个向前凸出来的东西。好，那当你这三个面完成之后，接下来就是找到你的鼻头。鼻头非常的重要，因为你的鼻头一找到之后呢，你就可以知道你的鼻头的右边还有左边和下边它是什么样的部分。好，这样你就可以找到你的下面、右面和左面，然后再顺势的把我们的鼻孔画上去。好，最后我们的鼻子旁边这个鼻翼的部分呢，我们常常可能会忘记。好，鼻翼的部分它跟你的鼻头会形成很像一个桃子的形状。好，这个桃子的形状呢，你在画出来的这种，如果你是呈现一个旁边的部分是像这样子尖尖的状况，好，那这个方式你画出来啊，你就会发现你的鼻子画出来会怪怪的，好，它一定会顺着上去。但是这个中间线的部分，它其实可以省略不画的。我们现在画的这些所有东西，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理解。好，最后这个鼻孔的部分呢，我们要想象这个鼻孔，好，它是一个凹进去的感觉，而不是破洞的感觉。所以既然是凹进去的感觉呢，我们再从鼻翼这边下来之后，我们就要有一个肉的连接，再连到我们的鼻孔，而不是直接鼻翼下来之后，在下面开两个洞。好，这样的方式你画出来，这个鼻孔它就不像凹进去的，它会像破洞的感觉。好，最后我们来看我们的嘴唇。嘴唇的部分呢，大致上它的特色，好，主要会分成我们的上唇跟下唇嘛。好，上唇跟下唇呢，它的差别在于说，我们的上唇会有两片。好，下唇它是整个一大块的。好，我们先来看上唇。我们的上唇呢，这两块有一个所谓的最高点，这两个点呢我们叫唇峰。好，那个峰是山峰的峰，好，你就把它当作是两座山。两个唇峰这两个点上去完，这个范围就是所谓人中的范围。也就是说你今天的上唇如果唇峰，两个唇峰离得比较远，相对的你的人中也会看起来会变得比较宽。所以一般来讲呢，以亚洲人来看啊，我们的里面这一段呢，如果要设定一个比例的话，大概是一，那外面这一段的话呢，大概是二到三左右啊。所以我们保持一个这样的比例去画，我们就不会让我们的人中看起来太宽。在你没有画任何的口红或者是上任何的妆去修补你的唇形的时候，下唇的形状应该会很像一艘船的形状，也就是说它是有点角度的，像是这样的感觉。它并不是我们所认知的一个很完美的半圆形啊，这个半圆形都是经过修饰而来的。所以下次我们在画嘴唇的时候呢，你可以先试着画出嘴唇的圆形，画完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有上过口红的半圆形用上色的方式来表现。这样子我们在画水彩的时候，不但可以练习到素描，也可以学到水彩的技法。那现在呢，我们这个造型大概解释过之后，我们再翻回去刚刚我们做的那个草图，我们把所有的造型就一一的放在你刚刚画的那个范围当中，然后我们在这个范围当中呢，去把这个眉毛还有眼睛呢，它的造型直接画在这个范围当中。那当你画上去的时候呢，你要随时有一个感觉，就是它是不是有歪掉。所谓的歪掉是指说，因为今天是画的主题是正脸嘛，所以它会有所谓对称上的问题。对称上的问题呢，你可以一边画一边去调整。因为刚刚一开始呢，我们就这个位置的部分啊，已经有做一个初步的整理了。所以我们现在只要去做微调，去调整两个眼睛的高度或者是大小，就没有问题了。那两个眼睛呢，你在画的时候比较建议的方式呢，比较建议的方式是我们用两边一起进行的方式。
两边眼镜型呢，你就可以随时去调整。好，眼镜的这个造型呢，你也可以先试着用直线的概念，我们去做一个调整。好，那直线完之后，如果确定了，我们再去加入曲线的状况。好，然后我们把这个眼镜的外形画上去之后，我们按照着刚刚的模式，我们先把我们的眼睛的范围先找出来。今天的这个状况呢，这个眼睛也是大概露出三分之二左右，所以我们可以试着去把没有露出来的三分之一把它补起来。补起来完之后呢，我们可以顺利的找到我们眼睛中间的这个瞳孔，然后你可以再把上面擦掉，但是也不急着现在把它擦掉，等一下等到你整个草图都确定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做。好，然后鼻子的话也是在这个梯形的范围当中去切割成我们的鼻子正面还有两边的侧面。好，这边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连接这个眉骨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连接到我们的鼻子正面跟侧面的交界线，这条线它才是眉骨连接的地方。好，连接下来完之后，我们的鼻头先找到。好，你也可以一边去对应到我们隔壁的这张讲义，这样子你就可以随时去做调整。好，那铅笔的用意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把它修改掉，所以当你在画这个草图的时候呢，你可以先用轻松的方式，然后把你的力道放轻。好，鼻翼的部分呢，它是在我们这个鼻子侧面的延伸下来最下面的地方，所以呢你不用刻意的再去把你的鼻翼抓出一个范围，它就是我们的鼻子侧面的最下面。然后在鼻翼完之后呢，刚刚说到的这个鼻孔，它要有一个肉的连接，连接到我们的鼻子的中间，再到另外一边的鼻孔，然后一样再连到鼻翼过来。好，这个时候呢，当我们把我们的眼睛和鼻子都画完之后，代表说我们的上面啊，你已经有一个初步的确定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再检视一次，一样将你的这个视线啊，再退出一个范围，退出一个距离出来。那你在看的时候，如果大致上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就还是可以继续往下。如果你画完嘴巴的时候呢，你才回过头来，你又发现了一些问题，那也没关系，因为我们是用铅笔打稿，我们还是可以再去修。好，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还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或者是有变形的地方，那我们应该要先由我们已经画好的地方去做一个基准，然后去调整你刚刚一开始做的这个范围和距离。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鼻子有点变短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嘴巴再往上调一点，因为嘴巴是还没画的部分。好，把这个上唇呢，它的范围取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连接，然后到我们的下唇。好，当我们把这个嘴唇画出来之后，我们来用一个比例来做个校对。我们先把我们刚刚的脸部中心线先找出来。好，这条中心线画一条直线，再把它画稍微清楚一点，然后再将你的鼻翼也画一条直线下来，然后这条直线呢，跟你刚刚的脸部中心线的中间，我们再取出一个中心线，然后最后在你的嘴角的部分也取出一条直线。这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嘴唇右半边它会形成三块三分之一。好，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平均值的一个比对的方式。如果说今天你画了这个人的嘴巴呢，它可能稍微大一点点，或者是小一点点，那我们就是一样在这个范围内去做变化，看你要缩短还是要变长，都是没有问题的。好，在上色前，我们要用我们软橡皮先把它做一个打蛋的动作。那软橡皮使用打蛋的动作的这个方式啊，它有两种，一种我们可以使用按压的方式，我们可以在我们刚刚做的草图上，轻轻的去压，压完所有的范围，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把它捏扁一点，然后用平常我们用橡皮擦的方式去做擦拭，这样的方式都是可以用的，而且不会把你的铅笔线带走太多。好，如果说你发现你的铅笔线啊，这两种方式你都擦不掉，那有可能就代表说，你刚刚可能在做草图的时候，你的铅笔的力道使用过度，所以你的铅笔已经卡在你的纸张里面，会比较难擦拭。那在一开始做第一次初学的练习的时候，
我觉得这部分是可以不用太在意的，因为待会在上色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必须有一个清楚的扫导线，至少你自己能够看得到扫导线，那这样子你在上色，你才会知道你要上在什么位置。好，大概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差不多告一段落啦。那今天主要我们就把脸部系列的基础打稿全部都做一个总结结束了。那下一次我们就可能就是会开始去把今天画的那一张做一个上色的分享。好，如果说你觉得你还蛮喜欢这支影片的，然后也希望日后可以有更多的有关时尚插画教学内容的分享，那也欢迎订阅、分享、按赞、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